不长眼啊！华建平，顾劲松，挺宽敞一车就往这厂里犄角旮旯里开，就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坐车来的，对吗？啊，就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干部，对吗？看了吗？啊，喂猫的，我今儿啊，我喂你，干嘛呢？好了好了。 你说我招谁惹谁了？就这号人是不还被发古帖？好歹他是厂里老人，好歹为厂子做过贡献的，每个月发点钱补个温饱，这么难吗？企业性质变了，帮拼扶弱传统也丢了。我也是问问而已。给我等你边，等他回来，让老沈两口子给他吧。好的。不能一切只向前看。 我招谁惹谁了？哎呦！孟老师，闺蜜不在身边已经很多年了，这场闹剧的起因也在我，是我被别人戳到了痛处，才把她借给人家的。 看着他一天一天的变得俗不可耐，我又没有底气去骂他，因为我知道他是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才会变成这样的，才会走进了现实里。他在现实里打滚，把自己滚成了一头驴。心理学张老师说，说女人都有塑造男人的欲望，不过多半会因此而死得很惨。他的确挣了不少钱。 离我的目标很近了，但是，我却越来越心慌。我经常拿出他上学时候的照片来看，对比他现在，我觉得好陌生啊。其实，我是对自己心慌了。我接受不再捉襟见肘的现状，但我接受不了他的改变。 我现在爱的是他，还是那个只属于我自己的影子？心理学张老师说啊，我想听你说。关键是他走近了，不再有一点点距离了。 那我该怎么办啊？吴姐，来，喝茶啊！茶不好，请多担待啊。 这装修的，有点像卖家具的是吗？没，我知道问题所在，但是就是解决不了这个素质局限，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来，喝茶。我算是明白伟林随谁了，你想找事儿吧，他却亲你，弄得你有火都没脸发。你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明白？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到这儿来。 追杀他了？啊，没，我等他下班，顺便看看这陪着他的土壤。总，你怎么来了？正好在这附近办事儿，就等你下班呗。等我一下，昆明那家客户搞定。 明天上午签合同。真的，刁蛮公主你都搞定了，梅先生吧你？哦，开心。
开个玩笑，那个你不知道，那家公司的老板是个女的，事儿特别多，谁都搞不定，所以呢，我们只能派那个伟林出去了。伟林不是善于那个沟通吗？是吗？哎，所以这事儿就成了。啊，哎，正好，那今天女朋友也在，那我请你们俩吃饭吧。好哎，你快吃饭吧。嗯，行。 这还给治个天酒呢，敬你呀，你那么努力，就赏他，还喝，你就让他喝呗，你还管？来来，我陪着，来来来，走走走，来来来来来来来，再来碰一个，嗯。你知道什么，就动动至少发飙的节奏。嗯，伟林，嗨，你到底有没有给那个刁蛮公主现身啊？嗯，你看。 当然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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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为了家庭，为了事业，你都现身了，我怎么会怪你呢？你放心吧，我绝对守身如玉。嗯嗯嗯嗯嗯。宗总。啊，小刘，你来了。哎。啊，哎，先走吧。啊，好，不辞。啊，伟林啊，这个呢是5000块钱啊，这是额外的奖金。 别告诉公司，别的人啊。早说呀，我包都没带上。我带了。啊。啊，那沈姨，你赶紧收起来啊。那我先装包里了啊。哎，你装包装上不好看。快吃。我们家伟林就是挺能干的。嗯，没错，公司现在全仗着他呢。 是款，是款，还嫌弃别人是款的，你不也一样吗？不是来发飙的吗？5000块钱就把你打倒了，还好意思说自己追求优秀？哎，后台的女人难看。明明是对她不耐烦了，结果却把自己弄成了自残。 自己是想让他感动，结果却是感动了自己。给我个理由，为什么不同意我辞职？给我个理由，为什么要辞职？我既然可以在你朋友的公司里面干得不错，就也可以帮到你。我的忙你帮不上。老朱。 那我告诉你，我在干什么吧。我想拿到美国SYS公司的一级代理，但是要拿到代理资格需要1000万，我没钱，你怎么帮？我。嗨，那些投资公司一家一家去磕呗。没有钱 ，SYS 公司就不给代理资格；没有资格，投资公司就不给钱。小薇，就算你把头磕破了也没用，因为现状压根儿就是个悖论。 事儿帮不上，给你分担一些压力也是可以的嘛。那我再告诉你，逃离悖论其实很容易，让投资公司相信你能拿到资格，他们就给钱；或者让 SYS 公司相信你有钱，他们就给资格。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只需要耐心，耐心到他们失去耐心。你说，一件容易到只需要耐心的事情，我会有压力吗？ 老朱，你快要坐吃山空了，怎么维持耐心？如果你没有压力的话，你为什么不同意我辞职？为什么害怕我丢掉这个每月4500的职位？我的世界你不懂，与其做无谓的担忧，还不如就放轻松。我给刘总打电话了，明天你依然会去上班。
又来指婚了。办事路过，过来怀怀旧，不行啊。迷茫都写在你脸上。迷茫。曹操，当初你老婆跟你闹离婚的时候，是不是她嫌弃你了？你来中国很多年了，应该早就习惯把隐私当话题了吧？因为我的道德缺失，对孩子有不好的影响。那你说，因为不忍心，所以才去守着一个人，是不是伟大的有点悲催？你的老朱又出问题了，对吧？你知道我的，我不是因为钱才跟他走到一起的，可是为什么？因为他处在谷底，就会产生信任危机，就会在丧失依靠感的同时不耐烦了。说直白点，就是嫌弃他了。你想听实话吗 ？OK， 原因很简单，因为你对他不够爱。S 的代理资格，我拿下了最难的一道坎，我迈过去，敬一下。恭喜啊！这人类进入网络时代 ，SYS 的大型服务器系统性能确实突出，而且稳定性出类拔萃，前景肯定非常好。我眼光挺毒的，很早就盯上了 SYS， 他们的研发团队就是一个聚宝盆。对不起，我现在可能思虑太重，二次创业嘛，战略上的、战术性的很多事情都要去想。现在才更致命，对吗？空手套白狼拿下了代理资格，可是投资公司并不像美国人那么单纯，他要见到一笔业绩之后才肯投钱。没有钱，你就没有团队，你就是一个很难被信任的皮包公司。这第一笔业绩这么闯。看来你那些培训班教了你不少东西嘛。不出业绩就得不到投资，很快代理资格也会被收回，而且会丧失了所有的信用。空手套白狼很传奇，但走不好就致命。啊，对，那个 SYS 公司大型计算机的服务系统最突出的一项就是解决了长时间运行下硬件过热问题。大家都知道，硬件过热运行就会疲软，一旦疲软，这个运行疲软，想说什么来着？或许我应该换个词汇。对不起，我的脑子出现了一过性分离障碍，能不能给我几分钟时间？
吗？紧张成这样。我紧张吗？我不紧张啊。不紧张？你哆嗦成这样。我哆嗦了吗？哦，我是激动。我把这次职位选拔当成是一次战役，我激动。再激动，吃完油条也得擦嘴吧？啊！谢谢，爱人。婚姻在一万块爱一万块的临近，内心却在一万张一万张的坠落。陶瓷承认。哎，你还记不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你是个什么状态？你就是个絮絮叨叨的小妇人，每天掰着手指算计那点柴米油盐的日子，能不絮叨吗？对，可现在不一样了，啊！刚才那个言谈里边，倒多了几分中文系的尖酸刻薄。不窘迫于生计，就开始矫情这些形而上的问题了。哎，你想没想过，是谁给了你这样的空间呢？我就是想让他。又是谁，因为给了你这样的空间？让自己变得不堪了呢？沈宇啊，啊，张总，华伟林他出事儿了，他拿了这个2000块钱奖金，他坐车，就遭贼了，完了就不动了，就被捅了。伟林不
让我告诉你，让我跟你说，他出差了，好养伤。可是我想来想去啊，这事儿不跟你说不合适。你千万不要着急啊。就是皮肉伤，已经缝合了，问题不大。没事，医生说没事儿啊，放心，我没事，好，好得很啊。华为林，你疯了吗？你要钱还是要命？为了2000块钱，你至于吗你？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啊？为了钱，你可以什么都不顾。你好歹是个学艺术的，你有点样子行不行？要吵回家吵行不？别在这里影响我工作。没事。这种境地了，啊！我都说我错了，还不行吗？我现在觉得顾小薇说的特别对，定型了就回不去了。你现在就定型了，回不去了，你明白吗？同样受伤，人家见义勇为跟歹徒搏斗，你倒好，为2000块钱挨刀子，就2000，挡风饮血，死不足惜是吗？这张总是怎么跟你渲染的呀？没那么凶险。你到现在还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是，我们很需要钱。你为了业务把酒当水喝，我很心疼。但是我不希望你因为挣钱，从面相到心性全部沦丧，从气质到尊严全部卖光，你明白吗？别生气了，我知道你是着急，我知道你是担心，我是失望。真的改，我一定努力。我知道我现在这样子，一身猪板油味儿，但我临时改行，我什么都不懂，那我就只能学呗。同事们什么路子，我就学的什么路子。关键是，挺管用的，出业绩了。那我想着有效果，我就跟着走呗。不是不是，我也有过抵触的。有时候想一想，这副嘴脸还真的挺不堪的。但关键是能挣钱，别的路子我也什么都不会，对吧？不是这个意思，我又说错了。我的意思是，我真的改，老朱是榜样，我照着他前进，行不？行不？可不可？我。你去买水。嗯。等着我啊。嗯。
喂，叶霞。沈宇，我真是担心死了，我现在拿徐杰一点招都没有了。叶霞，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岁月回不到过去，人也一样回不到过去。他不是泥胚子，你塑造不了他。就算他是泥胚子，塑造他的也是社会，是大环境，你我根本就做不到。人不是咱们自己选的吗？要不然你就后悔了，转头离开，要不然你就扛着呗，就算心里膈应了，你也得学着去习惯，习惯它一直变，一直变，无论变得好与坏，只能今生今世陪你一起到老，就算是别人再好，我都不想拥抱。感情的风暴，谁又能预料？而我却深深陷入那情感的牢。说什么来生有缘，我们还会遇到。我只想拥有你现在的每分每秒。你看啦，话那么差。温暖眼角，爱却对错。好听好的，我跟他一般大的时候没这水平。谁说的？那时候你画的比他强多了。二珍画的挺好的。为何结局再见是我爱想的爱吗？嗯，谢谢。艾琳，嗯，记不记得我去年的样子啊？一个卫生巾，絮絮叨叨的小妇人。现在好多啊。是你用自己的不堪换来的。艾琳，一直都是我在对你提要求，你也对我提个要求吧。多过分我都会满足你。我能不能晒着太阳睡会？真觉得有点累了。那些过往的誓言早已随风远飘，曾经以为天荒地老，为何结局在劫难逃？是我把爱想得太好，还是你的爱太不可靠？曾经以为天荒地老，为何结局在劫难逃？回忆撕裂火心头烧，只剩下痛将我紧紧拥抱，我已无可救。对不起，
我这首先谢谢了。你什么意思？刘总说你真的要坚持，他看好你，他的企业不错，你以后别再乱递辞呈了。老朱，你是要跟我分手？SYS 已经提出，如果再没有业绩，一个月之后，他们就拿回我的代理资格。小伟，我可能这次真的无法东山再起了，人为了，事业也为了，让你跟一个毫无可取之处人在一起，对你不公平。老朱。我心里很清楚，我一直都很清楚，如果我变得碌碌无为，你会不耐烦。小薇，不要因为不忍心去委屈自己，你还年轻。老朱，我告诉你，你想赶我走，门都没有。你并不爱我，小薇。那你就当我折磨好人有瘾。咱们商量商量行不？这食堂那么多菜，你别老盯着猪大肠行不行啊？你不是好这口吗？谁跟你说我好这一口啊？杀猪菜是请客的套路，不合我的口味。为什么？经济，量大，实惠。行啊，看到你的猪板油味只是浮于表面，但更甚是性味。谢谢。你想让我们劝顾小薇离开你？主要是你，在很多事情上，你劝他比我劝管用。何必呢？威廉，你应该明白，小薇在这件事情上犟着了，是不理智的。我还记得我们刚交往的时候，他曾经开过一个玩笑说：“我不工作，你养我呀。”我真的想，可是现在，未来反倒让他养个大叔，你们觉得合适吗？但是我觉得，老朱啊，顾小薇要没了你，肯定会在缺乏纪律约束的情况下变本加厉地撩拨我们家华伟林。我们家伟林又总觉得欠他的，缺乏起码的自制能力。所以，当这个说客对我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狭隘了。但是呢，我跟顾小薇交战多年，说不上惺惺相惜吧，也算是越战越有感情。虽然我狭隘，但是我还是不想看他过得不好。那你这什么意思呢？他是我们中间最早有手机的，出门能打车，我一直都偷偷的羡慕他。
他羡慕我有你，其实就应该让我羡慕他始终比我们有优越的生活。放！小薇，你不就是怕我落单了之后勾引你们家华伟林吗？有什么呀，装什么好人啊？你真的误会了。闭嘴。我说你这人怎么不识眉眼啊？要不是我今天难得发扬高风亮节，我能明知道你这样不识好人心，我还坐在这儿吕洞宾训狗吗？我就当你们俩是为我好，你们给我听着，还有你，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这件事情以后谁都甭废话，我还就犟上了。为什么呀？不知道。小薇，我们理智的来分析问题好吗？当初你前妻给我开到500万，我都没有同意，何况现在呢？哎，陆小薇，老朱又没跟你谈买卖。行了，老朱你也别分析了。说实在的，我们压根儿就不该来劝他。威廉，你听我说啊。我觉得你应该听我说。人一旦遇到了坎儿，就会畏缩，这都一样的。去年我一直找不到工作，我差点甩下沈宇就溜之大吉。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啊？回家我会重办。老朱，你知道吗？为了在我跑路之后，让沈宇不会再来找我，我给他留了封信，记录的都是我当时的心情。全都是在为他着想。信呢？我怎么没收到啊？回家我剁手指啊！我临走的时候，我在我钱包里看到沈宇偷偷给我塞的1000块钱。我当时真的，我真的臊到我都想去死了，你知道吗？什么为他好，什么不拖累他，全都是狗屁，全都是给自己找借口，给自己的懦弱、畏缩，给自己不是个爷们找借口。从那一刻起，我就告诉我自己，是个男人，如果你是个男人，当女人没有说要走，当她没有说走这个字的时候，就不可以、不能、不应该说走。我一身猪板油味儿，你说她嫌不嫌弃？她烦不烦啊？她都嫌弃成这样，烦成这样了，她都没有说走，为什么呢？因为她把我当自家人，她才会嫌弃成这样还受着。猪，你有什么资格说走？小薇，我们回家。对不起，吵醒你了。是，有事儿，我有事儿求你。